大家好，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是屏东县长潘孟安。我是赖清德。好的干事长就会是好的市长，好的干事长一定会是好的市长。过去陈其迈、潘孟安还有我本人都担任过民进党党团的干事长。郑运鹏当过三任立法院的党团干事长，事情只要交给运鹏去处理就很放心。干事长的经历绝对是成为担任县市所长的最大助力，而郑运鹏是近年来民进党党团任期最长的干事长，不只擅长协调，也有耐心，更愿意倾听，这些都是成为县市所长的必要条件。我相信运鹏绝对是桃园市长的最佳人选。运鹏认真负责，是立法院公认表现最好的干事长。我跟大家挂保证，我相信有温度也有执行力的郑运鹏绝对会是带领桃园继续大进化的最好人选。运鹏一定可以以中央的高度延续郑文灿第一名的市政。11月26日桃园选三号，让郑运鹏成为桃园乡亲的靠山。拜托大家，11月26号拜托大家票投郑运鹏，进步不回头。我们有信心11月26号让郑运鹏动算。